丁直文雷密数雷，惊蛰日打雷，表示节气无误，风调雨顺，稻谷丰收，米价便宜。二月七日丹雷，稻禾卡挡过欠腿，一铜钱，主收成很好。丁蛰鸟仔曝蚀，惊蛰后气温升高，不但土中蛰虫出动，连鸟儿也飞出老巢，停在树枝上晒太阳。未惊蛰丹雷，下四十九里哦。惊蛰之前就打雷，会连续下49天雨。